后这一组就不介绍了，直接表演。好，直接来。你这辈子绝对没有看过这样的表演。哎，照理讲啊，对，人鬼殊途，他竟然可以合在一起。对啊，两个是同职性哦，然后人家也说他们是失散已久的兄弟哦。对，而且这一组是网友疯狂敲碗已久。对，敲碗。主要是因为这一组我们设计了今天的表演，好吧？来，一起来欣赏看一下可怕的双胞胎表演。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哎，先不要。宝尼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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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尼玛。Yo yo, listen up, yo yo, listen up, yo.不要说我们呐，草泥马也没看过这种表演呢。草泥马问号，草泥马笨呆在前面这里啊，都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应该是吓坏了吧？他们吓坏了。哎哎，草泥马，哎哎哎，小小跟小麦，哎，好好摸哦，毛好摸，小点小点，好好摸，好好摸，好摸好摸好摸，哎，很温柔的动物，而且他们对呀，好可爱，温驯，对，哎，这样摸他们感觉很棒啊，哎，谢谢老师嘛，我跳的真好，哇，这段，哎哎，评审老师来来摸哪个？好可爱，摸一下来摸，乖乖的，因为他们会觉得说，奇怪，伊是安那会当听的。哎，标准，对对对，你那话都听起来，有这疑问是对的。原本好像跟他们同过来站起来，不，一般动物看拢会照伊。哎，你看他这好温驯，对，然后你看，你这样摸他，他自己都很。哎，感谢我们那个 Mr. Frog 舞团，哎，超强的，他真的跳得非常好，很棒很棒的表演。今天的每一位的表演都是别，我在讲你，你还打哈欠那么大。没有，
我在看草泥马。好，今天每一位的表演都非常好，好不好？我也希望说你们找寻更多的不一样的跨界的合作 ，crossover 一下，对不对？搞不好在里面激发出新的味道。是，每一位都很成功，再次给他们热情掌声鼓励，谢谢他们。